切掉零件一定要小心，不能掉进海里。说是昨天因为太打滑了，等拿回去叫师傅重新灌炸。你看这螺层也重新注炸，又花了一大块，来把它安装好。安装好了，试一下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把船站这无牌渔网给离了，给每天空气张开，就下起鱼来了。朋友们好，我是阿言，今天是8月15，也是说中秋节，千师傅还师们身体健康，阖家快乐。因为早上那一部挂机的螺转叶打滑了，没有出去放鱼网，过来捡水看，孩子也坐在下，来开始海捞海捞，海捞海海。能够跟我做把它解散。你看那边的水，整个一震动，它就流出来了。看，那个钟头，休息一下。看那边的气息线，它一直往竹园站下游，这是它行走过的路。这，终于拔出一个笋干了，还是老规矩，从正面扎起。哎。秋鱼派什么吃的？遍体鳞伤，那做的有限。再烧烧看，原来只派这一只石头蟹给吃了。原来派一只石头蟹给吃了，你看。哇，因为它怀着宝宝，所以在吃。来换了你吧，啊，怀着宝宝，满肚子都是孩子，就不要理它了。还有这些螺，这里一只。这里一只，海星吧，来出来了，哎，这里一只，我哪里跑啊？哇，在这，看我抓到了，哇，这么滑，没有抓到要害。那么炫，乖乖哈，这些就是会隐藏海鲜。哎，你看这个洞，这个洞里面隐藏了一只。来，出来吧。哇，够乖的，够乖的，一下子就出来了。因为亲切哈。抓青蟹在嘴里抓，它不会很过瘾，但是它一出街抓空气，它就全没了。在嘴里抓它就比较乖。哇，这里面，你相信，钩子太短了。哇，你看我的铁钩有80公分，还钩不出来。只听见里面。对抗的声音，勾不出来了，铁钩太多了，但是不要，往下面扎扎。你看，这里一只蝽子，哎，哇，你看，这只有5-6年吧。刚才捡水臭捡的时候，震动的时候，它就，看有没有
因为这个季节是中秋节，有海鲜的亲切的都比较贵。再勾勾看，没有了。哇，你看，这里一只三道鱼。哎，我这边不要拍它吃饱啊！你看，直接冲上岸，这就好抓了。我一赶它就冲岸，在这。哇，这里一个，哇，这里你看，射中一个。我们这边叫三座螺，白、海还有这种紫色，我们这边叫三座螺。这种螺不好吃，别看它长得漂亮，现在市场价一斤只有几块钱，但是有的人皮肤过敏的这种螺不能吃。来，带上。这个只看上上下下全部砸过来，看看今天的老鼠怎么样。你看，一只青雀有3年多吧，年值不止快，还有一只川值有6-7年吧，现在只剩下50块吧，年值40块左右。这条50块，一斤50块左右，还半斤呢，25块。还有三大鱼，这是糯米黄。中秋节我们农村习俗都是买了糯米黄做月饼，还有这些花生，还有白豆磨黄的，炒过的磨黄的，味道挺鲜的。这就是糯米黄做的中秋月饼，圆又圆，就欠食物的月亮。来，开始烧火。把它压扁了，这样汤会吸进去，比较好吃。这就是我们农村习俗的月饼，圆又圆，就欠8月15的月亮，也祝每个粉丝的家庭就欠中秋的月亮圆又圆。那今天出去赶海，抓了一只青雀，有4年，一斤120，卖了50块。还有川值和那个海星嘛，总共卖了111块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朋友们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与关注。